人为什么活着？为了思念，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活更长，还是为了离开？81岁，一个重听，一个得了癌症，三个有心脏病，每一个都有退化性关节炎。6个月的准备，13天，1139公里，从北到南，从黑夜到白天，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。人为什么要活着？